纯粹喝。OK， 买一罐。
月吊桥。他怕位高。是啊，这个单是 video 啊。这里是三月吊桥。燕子口路隧道，燕子口隧道。刚才三月吊桥是在上面，现在我们走下来，这里是走一个隧道，现在还是在外围。这个燕子口隧道呢，也是有一些交通工具会经过的，比如说你看，巴士啊、汽车，所以我们都是走这边边的旁边，然后就尽量走靠近路边咯，这样才不会有危险啊，而且好清澈的水。这些都是一些大自然的现象，没有动口，蛮漂亮的。Thank you.